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疆胖子哥。现在呢，我就在著名的八卦城特克斯县。前面呢，我们经过一段盘山路，也经过了雨天，而且还有一些漫水路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安全到达了这个特克斯县城。一进县城的时候，我们走的是主干道东路啊，东路，然后直直的对的1234环就到了这个特克斯中心。我们呢，先带大家看一下八卦城的一些街景。这会儿呢，我就在这个八卦城的城中心啊，这就是城中心了。而且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太极坛。这个地方呢是八条道呢向外辐射，四条环路开始相交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先进展览馆买票，10块钱一个人啊，先买票，然后进展览馆参观一下先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位置，啊，乌鲁木齐呢，距我们这儿有800多公里，就这么一点儿，800多公里啊。这个县城，啊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就是一环、二环、三环、四环，四环就在外围。我看我们从哪边进来的啊？我们是从东道进来的。哦，这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图。我们看到这会儿的现代畜牧业，而这个特克斯这边的马也是特别出名的，因为这是伊犁河谷嘛，而且呢，这边的伊犁马也是特别有名的啊。应该准确的说是乌孙马。而这个乌孙马呢，在当地呢还是有点马文化的，为啥呢？因为乌孙那会儿的时候，为了娶这个西游公主和解忧公主啊，就是给那会儿皇上呢就送了两马千匹，你想嘛，千匹，然后把两位公主娶回来的。我们经过一条楼梯呢，还有电梯呢，我们就到了这边，可以在这个楼顶上可以俯瞰这个整个八卦城中心啊。我们先上去。我们从这个道上来以后呢，就看到好多的游客。然后在看周围的时候，四周全是山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四周环山，我也看不到这个全景，因为呢现在现代建筑太多了，然后站在这个顶上了是好多景都挡住了啊。毕竟是一个旅游城嘛。其实呢，八卦城呢也有一个传说啊，这个传说呢就是，当年南宋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呢邀请到这边来讲经的时候，正好路过这个特克斯河谷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就看这边的地形啊、地势啊，然后就布置了这个八卦城啊，这就是一个传说啊，可信也可以不信。八卦城呢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、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啊，也是这个乌孙文化与易经的一个交织的一个地方。这会呢，我们在这顶上呢看到了找到了前街啊，前街，这就是易经上面的前字排头。完了，下面是古勒巴格街，这是咱们新疆这边特有的一些街道名称。而这个牌子呢，正对着的就是前街。而这个前街啊，
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树，还有这个路灯和其他街道的树还有路灯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从这个电梯上一直到了负一楼以后，就可以正对面的就是一个地形图啊，这是个地形图。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墓群，这就是乌孙墓群啊，也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乌孙墓群。这我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游牧民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，看到没有？哈萨克人民，还有牛羊马都有在这儿啊，在咱们特克斯河谷流域啊。而且呢，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哈萨克族的一个毡房啊，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全景啊，被子呀、褥子呀，还有地毯，还有吃饭用的一些餐具。好，这八卦城的开启台呢，我们也带大家看完了，看过了。我还是建议大家，来了特克斯的时候自己过来看，亲身来体验啊，感受是非常深的啊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先出去，然后再看看其他的有没有些地方了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啊。刚才呢，我们也带大家转了这个特克斯县城啊，我们转了一圈发现啊，说的真没错，这地方没有红灯啊，只不过呢，就是根据现代化发展建设呢，城区外边啊会有一些这个红灯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城区里边呢，经过当地人介绍呢，说是咱们特克斯这边最出名的还是这个羊肉揪片子啊。每一个过来旅游的人呢，都会来这个地方说是。这会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大家看到我面前的这个茶杯了没有？里面是绿茶、红枣、桂圆、冰糖，这都放在一块儿的，也可能就是他们家店里边招待客人的一个基本特色吧。啊，一会儿呢，这个羊肉揪片子就来了，啊，我再给大家细细的再介绍一下。我们点中份，这中份是吧？哦，中份都这么大一份啊！这是羊排揪片子是吧？哦，好行，谢谢啊。我这也是听当地人说是，这个羊肉揪片子是你们这儿特色。对。怎么就会成为特色呢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一点的？有没有？这个饭呢，就是已经好多年了啊，就是它已经成了这边的一个特色。这个羊排呢，就是我们采用的就特别精挑细选，就当地的羊吗？羊肉啊，对啊，就是肥肉那些都不要啊，就特别。我看里面还有这个那种感觉。我看这边里面还有这个南瓜，南瓜都是很养生的呀。这个里面有土豆呀、胡萝卜呀都有。然后这面也比较全嘛，然后分量也特别足。啊。羊肉也是按公斤数的，然后就比较实惠。那来往的这边这到你们这来游客吃这个羊肉揪片子的多不多？特别多，特别多，基本上都是游客来吃的是吧？也有其他就本地的人也会来吃，然后游客就是居多那种。好嘞，行，听你这么介绍，我现在就特别想吃一下，绝对会满意的。好，绝对满意。那我先开始吃了啊。他这个就随便吃就行了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有那个啥凉菜嘛，好。我在吃之前先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它这是土豆、胡萝卜啊，还有这个羊肉，还有这个揪片子。你们这个羊肉煮的太嫩了，直接入口即化的这种了。我们是四个人嘛，吃的一个中份，我们吃的比较厉害，因为有我在的嘛。真的，我也推荐你们来这儿，好吃又不贵，而且呢，坐在这种院子里面，花花草草的都有，然后这么热闹是吧？最主要是这个服务员还热情。那就先吃了，你们呢先静静的先看一会儿吧。那个啥，我们下一站呢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遇见西疆的你，继续支持西南胖子哥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。本期节目就是带大家转了咱们有名的八卦城特克斯县啊，也品尝了咱们特克斯的一个美食啊，非常有名的羊肉揪片子，吃不够，吃这个暖味儿。
哦，羊肉汤非常棒。扫微信还是？我今天现金给你搁这了，难不成不要了？不要，那就给我吧。还是挺便宜的啊，一个中分180。It's been a too long time。 追寻幸福的方向啊，一路的长，带上你。